ዳሉ ቻይንኛን በቀላሉ ንግግር ምዕራፍ 18 ሰባቱን ቀናትንና 12ቱን ወራት እንዴት እንደምንገልጽ ልምምድ ኒ ደ ሸንግ ሺ ጂ ዩዌ ጂ ሃ 我的生日是10月13号。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? 我的生日是10月13号。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? 我的生日是10月13号。 你孩子的生日呢? 他的生日是7月23号。 你孩子的生日呢? 他的生日是7月23号。 你孩子的生日呢? 他的生日是7月23号。 你的哥哥什么时候来? 他2月13号来。 你的哥哥什么时候来? 他2月13号来。 你的哥哥什么时候来? 他2月13号来。 你的爸爸什么时候来? 他下个星期二来。 你的爸爸什么时候来? 他下个星期二来。 你的爸爸什么时候来? 他下个星期二来。 你的妹妹来了吗? 对, 她上个星期三来了。 你的妹妹来了吗? 对, 她上个星期三来了。 你的妹妹来了吗? 对,
他上个星期三来了。